知道接上来了吗？我们家全部都动了。就是今天他们做的是这个肉啊，本来我是叫他们买排骨的，他们买的是这个，现在这个店没有排骨了，所以的话就只能买一些这个五花肉回来。他们炖汤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肉啊倒里面，就先洗好，然后倒里面用加水在里面，接着呢再放那个其他东西吧，一些蔬菜什么的。Too big. 他们说这个接下来的话要放这些东西啊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，上次喝了一次了，然后我觉得还可以，然后叫他们今天呢再做一次。现在也是晚上差不多7点钟了，是吧？这里面有辣椒，他们辣椒就是这样，西红柿啊，还有这个葱，倒到里面去。这个是萝卜。我把那里面啊，吃的啊。现在放萝卜，接下来是个这个叫什么菜，这个叫青菜吧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个，然后把这不最后一个，这是最后一个蔬菜。This one no use? No. No use? 多了多了 No. No. Later? Later. OK. 然后问他这个有用没，他说等一下再用。这个是把这个，他们这个是把这个菜叶子取下来，然后啊再用水洗一下。至于这个菜根呢，他们就先放到一边了。Hello， 哪里没背过啊？现在是把它搅动一下，把里面东西搅匀。把这个捞起来，放到里面。近看一下啊，
他们这个味精的话刚才是加进去了，没有拍到。看这样子是差不多了。最后再倒入这个，先放了盐，那味精再倒进去。其实我在这里的话，很久没吃过这个鸡肉汤了，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懒得搞。就我病的那一次，我自己弄了一次。现在差不多可以出锅了，全程煮了3多分钟，半个小时。他们最后加入的是这个料，这个是当地菲律宾的。他这个出锅是这样的，这个我先吃了，然后呢，我是把饭加到里面了。是的。我先尝一口啊。他们味道都很酸。那我是吃不惯，我们还是勉强能接受。是吧？欢迎你们进。这个不是萝卜，酸酸的。我感觉我已经，变吃播了。这个应该是山药吧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我已经吃好了，其实很难吃。太酸了，主要是，这也算是一种挑战吧。